很快要说再见了。告别之所以艰难，是因为再见总是未知的遥远，很不舍，承蒙喜欢。感谢我们的第一次遇见，感谢我们把彼此放在了心里重要的位置。接下来的话想对你说，未来的日子里，无论阴天、晴天，还是下雨天，都要好好去生活，去发现热爱，去感受冷暖。之前有参加过春晚吗？没有，这是第一次。没有，还真没有。这样的是没有参加过的，从来没有。春晚的主角肯定是我们当地的群众们，然后大家一起来贡献一台晚会，看看当地民俗的，然后有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，很欢乐，很热闹，很接地气。应该很像于导说的那样，就是要让大家开心，要让舞台上的人开心，然后也要去感染到舞台下面的人一起去开心。过年的时候大家围在一起吃饭的那个气氛。就是图一个热闹，觉得春晚就是一个最原始的对生活的一种热爱的表达吧。不是每一次雨后都有彩虹，但一定会迎来更透彻的晴天。去爱你所爱，圆你所愿，可以勇敢一点，该见的总会再相见。如果还有下一次，我希望你我都成为了更欢喜更好的我们。